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张小薇医生。那么今天呢是农历的大年初一啊、阳历2021年2月12号，我正好今天在医院值班，然后也利用值班那个机会啊，总结一下自己呢，这个此前做这种男性生殖整形啊，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公众号，以及这样我工作手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有多少的求诊者呀，然后再进行相关的这方面的咨询。当然了，这些我们看到的有一些的话呢是一些求诊者吧的咨询，当然还有一些的话呢是我因为也做一些泌尿系肿瘤结石这方面的手术，所以也有一些其他的手术，比如像肾部分切啊、前列腺癌啊、肾囊肿等等这些，但是更多的呢还是一些生殖整形方面的手术，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有些玻尿酸增大，然后这个早期的注射治疗，还有假体植入，等等这些。